台北东区有好多素食，好像你们都不知道要去哪里吃。吃过维根，带你们寻找，找到你心中想要的那个味道。要换哪一天？我一直念他名字。我们今天来到古然会，位于台北东区商圈精华地带的蔬食吃到饱餐厅，以国际料理为舞台，本地食材为主角，汇集丰富蔬果及自然食材，用好滋味照顾每位顾客。菜色研发的理念都从发挥当令食材出发，选择丰富无感的料理方式，让每道菜色皆是餐台上最美丽的饰品。古然会冬季火锅吧，吧台上有各种新鲜蔬菜、菇类及火锅料，任君挑选。三种主打火锅汤底：川蜀麻辣锅、十全药膳锅和东北酸白菜锅。别忘了搭配各种不同丰富的酱料，混合出适合你的百变锅味。暖心冬锅，团聚之味，香气满桌，举杯欢愉。果然会冬日鲜蔬锅物，现在温暖上桌，与您一同品尝这温暖的鲜味。吃饱了，果然会还有各式饮料与甜点可以享用。丰富的多国创意蔬食料理，想要吃到饱、大快朵颐的你，千万不能错过。